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丹，我有点烧香。Hello， 嗨，我们要去日本，所以应该是哦嗨哟，哦嗨哟，国在吗？我们现在要买伴手礼，给要买，因为我们今天是中秋节，对，所以我们要买送礼物去给大王，还有啦啦队探班一下，对，我们要探班。对，我们看一下找不找到他。热情的，应该是他要热情的迎接我们吧？对，是我们要。他会不会就觉得无感啊？今天我们看到无感。对啊，看腻了。看 Yuri 的，可能看到 Yuri 会比较开心。Yuri 的啊，可是我不知道他长怎样。他会热情的欢迎你。我们去找他。Cookie 上。听说你是一个很嗨的人。没有。你干嘛？叫我们要欢迎热情的。耶、yeah, ，是我们三个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我是哪一个？我是这个。好可爱哦、喔、，Yuri。Hello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札幌巨蛋，我们明天要去札幌巨蛋。已经有四支球迷在这里迎接我们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去饭店。这么直接哦、喔，那走喽。Cookie 上约我们去饭店。Cookie 上约拉米 girls 去饭店。Go。耶，现在到了饭店。准备看一下我们的饭店有多豪华。Excuse me， 不好意思打扰了。怎么样？大吗？大吗？三个床。耶、yeah, ！我们有三个床。经过。你们不用怕。P 床。不用怕被女生。没错。有时间，所以我们可以冲过去。没有啦，有栏，有栅栏。球员们都在看我。这是我女儿，女儿，一日女儿。来，你看，全部都是底爸爸。哪一个自己挑？那个。我也是你爸爸。
OK。Hello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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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王加油！加油！结果我到了现场之后，我说，我的西瓜琳达桑，琳达，琳达的，忘花了，干嘛的？然后我就赶快把麦克风交给他，然后就，我们瞬间忘记，被影响了，被影响了，对啊，还是很开心啊，然后很紧张，那个大姨，你知道，他把我们的脸发超大，哎，这是大大头，哎，又大又肿，超大大头，他是台湾人，全部。好像有40,000人吧，嗯，超多人，40,000人都看到我们了，希望他们都会很满意我们当天的表现。对，然后希望下次可以换他们来桃园看我们现场的音乐。没错，谢谢你们招待，拜拜，拜拜。